Hello， 大家好，今天继续给超市安装监控器，和插花盒，灯已经是都安好了，就差安监控器。监控器安完之后，今天插了几个花盒，大家看看花盒插的怎么样。插了这几个花盒，金色的花盒，这纸有点长，一会儿往回收一收。金色的花盒插出来的这个，给它配上这样金色的丝带，这些带丝带没系好，一会儿再重新系一下。再插一个这样方形的这个花盒，这方形的。这个不行，这个你隔了一看不行，因为它直，必须。I know you told your friend you're not okay, and tell me what's wrong and why you never said you felt that way. Guess you're trying to stay strong and fake a smile until I look away. But I've known you too long, it hurts to watch your blue eyes fade to gray as you fade away.Yeah, I'm about to fade away. Cause every time I wake up I feel like it's Monday. Something's going wrong with all the chemicals up in my brain. All of a sudden I don't look at anything the same way. Gotta build up of my thoughts sitting in an ashtray. I'm sorry that I'm so inconvenient, okay. Just let me be me and I'll stay out of your way. I can see the way you look at me, I'm such a disgrace. I never really asked to be brought into this place. You wanna love me, well then baby I have a taste. All the highs and the lows, no, you'll never be the same. I don't really wanna hurt you, but I can't control the pain. If you're sticking by my side, maybe we could be okay. Okay, okay, maybe you could be the change I need today. I promise that I've never felt this way. I really hope that you will choose to stay through all the pain. I know you told your friend you're not okay, and tell me what's wrong and why you never said you felt that way.Trying to stay strong and fake a smile until I look away. But I've known you too long, it hurts to watch your blue eyes fade to gray as you fade away. As you fade away.
特意买的这个金色的蝴蝶结，这个颜色就是有点哑光，不是亮光的，这个比较显高档，这个好看。看这瓶，这一花盒插完了就非常漂亮，系上这蝴蝶结就好看了。这就插完了这一瓶，以后出来这个方的效果出来也非常好看。这个方的出来非常漂亮。这个在家这个就不用加蝴蝶结了，就这个全是金色筒的这个。所以这个就直接就这么放就行了，就挺好看的。要不这纸质调整好看一些。我们自己在家里边，像那个网友们可以自己在家里边插这个，也很好看的。过年，或者是朋友谁开业呀、搬家呀、乔迁呐，都可以插这个金色的大麦。金色的大麦它的寓意比较好，本来它就是金黄的颜色嘛，像金子的颜色，完了那个还是真实的麦穗，真实的那个真实的麦子，就是你看开业呀，店铺开业呀，公司开张了，一般的都买这个那个到我们花店里来买这个大麦的开业篮，还有大麦的花盒。空间小的话，他不愿意要那个在地下那个三脚架那开业篮，就用这种桶式的，往桌子上啊，往那个房间里摆，往店铺里边摆，都可以摆。你这因为那三脚架那个大的那个比较占地方，你看这个插起来非常好看。一会儿插完了之后，我再给大家录像。好，插完了，刚插完了，麦子不够了，插了四盆啊，给大家看看我们插的什么样子。看，插了四盆，四个花盒。那个不够了，这个麦穗不够了，明天再买点麦穗插上它。就是这里边放上花泥，这里边就是你看，我让大家看一看啊。这里边不就是花泥吗？放上了花泥，这花泥就是有点像那啥似的，特别软。放上花泥之后，完了麦穗儿，你看这麦杆儿，这麦管就是往里一插，往里一插就插上，一插上很容易插，就这么一插一插就行。就是我们自己在家里边也可以买点插。你要到花店买，指定是，要挣一部分钱，就可以这样式的。这盆我插了一半没有麦子，明天继续，再买点麦子插上。这是四盆，挺漂亮吧？看看，这是黑色的，完了我加了丝带，就是那个显得好看一点。明天继续把这两盆插完的，非常漂亮。我们可以在家自己插。这个麦子非常好插，我就是为了开业给自己店里插，或者是有经常有那个开业的啦，经常有开业的店铺开业的送的，就买这样的那个。花盒插的，完了就是放花泥，看看，就这样的花泥给它一放，就往里一插就非常容易。你看插是这样式的，让它中间高，旁边低一点，稍微往外边闪一点。完了麦穗儿，它有麦穗的脑袋，有的是直的，有的是弯的。把麦穗直的放中间，把直的放中间，麦穗弯的，麦穗的头弯的，就是统一都往外弯，或者说你都统一往里边弯，它都一致就好看了。你看这个刚插出来的，这个你看那个隔了刚插出来的这个，
这个你看就都统一的一个方向，它就非常整齐，它就好看，看到没有？嗯，你看这个麦穗儿，这个穗儿就有点乱，就有点乱，当时没那个按一致的插。你看这个方盒这个就是按一致的插了，就非常顺，非常看着舒服，这个很好的。大家喜欢就在家插一插，实际上挺好的，这也不是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就是那个你比如说朋友那个搬家呀开业啥的，你都可以在家插上一盆送给他们，也很好的。你到花店买应该是很贵的。嗯，这两个黄色的桶上搁上红色的丝带也挺好看的。